真是哈，是欧优啊。我本来哦是要跟你传哦，你上海里面乌亮啦，啊是讲今仔南流吼，今日赶着，我才跟你传一杯烧的啦。我也无讲我爱啉啦，也唔过你之前给我啉的迄乌亮哦，迄滋味我是愈啉愈介意啦，啊唔知这烧的是唔是同款？你是安怎啦？安奈雄雄要哭啊？无啦，我是吼，看你啉迄吼，乌药的表情吼，都参像当年吼，你啉我吼替你准备迄个咖啡，迄款反应吼，同款的啊！想不到经过这么多年吼，你啉我替你准备的咖啡的表情吼，拢无变的，拢同款的，我才足感动的啦！都感动诶！歹势啦，你讲了红足感动诶，啊，我嘛知讲你讲诶拢是事实。哎呀，毋过我已经完全将咱过往迄段日子拢放未记起啦，所以我无法度甲你有同款诶感受。无要紧，你莫误会啦。只要吼咱即摆吼会当吼做阵做一件代志吼，我著做满足诶啊啦。无啦。你莫误会啦，我是讲哦，咱会当做阵啊，来找咱查某囝吼，啊查某囝找着哦，咱就一家团圆啦，真个。你要跟我一家团圆哦？无啦，无勉强啦，我知影啦，经过这么多年哦，你拢未记起我啦，啊虽然都。我拢甲你记条条，啊！不过无要紧，我只要看到吼，你甲吼咱查某囝团圆吼，啊！恁两个感情好，我就足欢喜的啦。这孙北海看起来虽然是皮皮啊，也毋过听讲伊到这时拢无结婚，啊，讲到对我甲珊珊的感情，佫这么坚持，很偏啊！我对一点仔印象都无。啊！恁安尼甲看，啊！你是想到什么心？哦。无啦，我就啊，我是看到你小猪的尿啊，刚才要落去啊。我还记得这饭店内底拖啊，有准备的尖酸阿爸，我来找看卖哈。虽然安尼讲起来哦，还是真歹势啦。我至少会当阁加看些物就困难了。好啊，来，我替你提尿啊。我来内面烫些衫，好。啊，唔免麻烦啦，我直接提就好啊。啊。仙妹，以前你嘛安尼常常伫替我提尿啊呢，大概你为我做遐哦，我拢感觉足幸福的。仙妹啊！你想要创啥？我跟你讲，我已经跟你放袂记住啊！你阁想要占我便宜？无啦，仙妹，我唔是要占你的便宜啦！你想看卖？啊，经过这么多年吼，你甲我放袂记的，但是我无呢，我甲你记条条呢。啊，现在想着吼，咱来重逢哦。我想到讲你的记忆吼，拢去用抹掉吼，我着作遗憾的，啊，作唔甘的，你知无？好啦，总共一句吼，是我做唔对啦，我甲你回失的啦，歹势啦。那恁你会记的？我会带你来新加坡，是干阿为着要找珊珊尔，其他啥物有无？我知。
你搞不行，不能来通过。那是饮用水。什么饮用水？我那感觉啊，烧滚滚的油。饮用水的作用就是会当将我在你心上那条痕给逼出来。唐春，把个饮用水泼在阮的心上，所以阮才这么痛苦。然后把附在伊心上的魂就走出来。刚刚杜家老母说你用一杯饮用水给我喝给你，怎么才这么痛苦？所以我的身躯内底嘛有摆一条魂。道公要利用蝴蝶来对武山集团出手，不过因为子倩出现了，爸嘛被副工程组到底要处置。已经过去一天了，爸那边也是无任何动静。我刚要继续跟爸斗三工，安尼为辉山走落去。万一子倩以后发现我真正的身份，伊敢会对我真失望、真无了解？阿水，替我加水。一杯甲伊同款的威士忌。来酒吧，不是饮酒，是饮水，真特别咯。是咩啊？那是你啊？真意外。啊，对啦，我安尼坐伫你的边啊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咯。你是不是有啥物人来吃？啊，你应该不是专工来找我的啦，吼。我是讲，我就是挑工来找你的，你安怎想？找我？我跟你也无啥熟识啊，你找我要创啥？无喏，我真确定，咱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真歹关系。这就参照别人咧讲的，冥冥之中是命运。就我来这找你，迄种感觉，敢讲你看到我，拢无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嗯，那是咩呐？请你注重，你名声有偌歹啊，拢通人知啊。你要把脑筋动在我的身上，而且我已经结婚了。所以你遐个步数对我来讲完全无效。你安尼就要走啊？我话就还袂开始讲诶。那就放开，阿罗无小等，你也真歹看。干嘛呢？我哪会感觉歹看的人会是你？江英。你是后壁讲啥？大家拢知影我是江启勇，江英团这个人早就无存在。你免想要骗我，我知影你就是江英。因为我的身躯顶有恁爸爸的一条魂，所以我才有法度加明着。在你的身躯顶，你嘛有恁爸爸一条。应该讲，这都是分票之间所牵出来的了。我才会当来到这找到你。你要相信吗？安心命嘛，安尼讲，
所以我身躯顶真正有疤的一条痕迹嘞。拄则啉到饮用水的时阵，才会这么痛苦。你在想啥？你是不相信我讲的话啊？你的精神病也未好，应该送回去哦，好好治疗。阿霞，我对你回去，甲领导的人讲出你的秘密，讲你真要紧刚到生的性命。发现伊把我带走了后，送去予孙八海处理，搁惊你的真实身份去予看破，所以你才会赶紧去找救兵来救恁爸。你讲，我的推论是不是足接近事实的经过？我唔知影你是咧讲啥。我会去找丽萍姐来斗啥，该是因为伊甲孙八还是老朋友，伊讲的话伊较听得心。你还阁唔敢承认哦？你若真正是强客哟，那你上无你赶到位的时阵？你加减会关心姜开阳的生死，也毋过，毋过伊哀到偌大声，你煞连看拢无要看。你的目睭内底，就只有恁爸一个人。我是咪伫个边仔看了清清楚楚的。你家己个看数出来啊，阁想要骗我？你敢会感觉你家己讲了受害？根本无人会相信你讲的话。我无差，只要你相信我就好啊。别人安怎想，我拢不要紧。是讲，我发现一件真趣味的代志。虽然哦，恁家恁爸是亲爸仔仔，也毋过恁两个人个性完全无同。你比起恁爸哦。什么啦？你到底要创啥？当然哦，是想要找你合作啊。是这类。虽然我唔知影是安怎恁爸一条分票会伫咧我遮，也毋过我感觉会错。伊是看袂惯是恁爸粗残的做法。所以才想要催化杀东娃来对付恁爸的关系，而且你不是嘛同款，想要反抗恁爸的命令？那呢，咱两个做伙联手，不是真好？我哪有安尼想？因为。我知影你身躯顶的分明在想啥，虽然我唔知影你到底是安怎为姜启阳变作共影团，也毋过一定是因为江道生思念伊的后生，迄种私心所造成。恁爸就是这么自私的人，你即马若是无伊的一条魂魄，你同款是一个无灵魂的外星人。这不是，我有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意志，我有想要做的代志，想要保护的人，任何人拢无法度强迫我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。袂歹，你真有气魄。我希望你会当继续保持落去。虽然讲你即摆分别有淡薄仔恋爱脑，啊，不过嘛不要紧啊，上无你袂去害人。假使讲有一天江道生爱你做出伤害人的代志，唔知你安怎选择？你是会乖乖听伊的话，还是会反抗？